龙瑞，中国国家画院名誉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画艺术委员会主任，美术观察名誉主编。我们现在啊，来谈呢中国山水画的一些和技法有关的问题，是吧？当然也有笔墨的问题了，是吧？笔墨是中国山水画它主要的绘画语言，也是主要的一种表现手段，是吧？那么这里边呢，是不得不首先要谈一下的，就是说我们中国画，不光是中国山水画，包括中国画花鸟画，中国绘画，甚至可以说，基本上它这个很重要的一个造型语言呢，是以线入画，啊，用线，这是中国绘画的一个，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特征，也可以说它的是一个主要的一种语言啊。那么纵观一下，就是说，其实我们看在世界很多地方，是吧？很多博物馆啊，史前的绘画，不管是我们亚洲，包括中国，还是欧洲或者其他地区，是吧？大部分的原始绘画多半都是以线入画，那用线来表现形体啊，用线来表现他们的形象啊。那么中国的这个线用线也同样的，是吧？早在我们很多岩画、壁画，这都体现出来，是吧？那么后来，是吧？用线来表现的这种手法，随着有些地方的文化发展，啊，文化转变，你比如像欧洲啦，像其他一些地方，它就出现了，是吧？形体，啊，形体，那么线。这个语言有还保持，但是有些呢，它就和转换到对形体的
的刻画体积、体面啊。那为什么我们中国的绘画一直坚守着以线为造型的主要手段？当然不毋庸置疑，我们山水画肯定也是以线造型啊，以线造型为主啊。所以这一点上呢，我想呢，一个是由于啊，中国的人的这种，就前面我们谈了很多他的一种思维方式、观察方式，是吧？那么线主要是描物是什么呢？线主主要是描写物象的轮廓，更容易描写物象的轮廓，是吧？在相对比较原始的时候呢，这个轮廓给人的印象是最深的。如果它内在的结构那是垂直的，比如我们看远处跑过去一个路，是吧？它更重要的是它这个路的外轮廓啊。路的体积、路的结构，可能它就要有更深的观察和更深的分析。从这个感性接受上，外轮廓是最鲜明的，最容易表现一个形体的特征的啊。那么当然是这是从比较从原始的角度来谈啊。那么从中国的文化这一点也是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啊。中国的文化我们也谈到过，是吧？因为它是书画同源，书画同源，是吧？而一个呢，中国的这种形象思维，它以象，就我们前面谈到，是吧？中国人重象啊，由形上升到象，象的这种产生也更多的容易从轮廓着眼，更多从轮廓着眼。包括我觉得我有时候我们自己都可能有这种体会，是吧？你朦胧中的时候想象一个物象的时候，更多的是它的一个大的外形，是吧？因为里边的细微的东西不一定
马上就想起来，或者不然马上就能够把它想得清楚，但是这个大轮廓是清楚的啊。所以我想呢，这出剑再加上中国特有的书画同源，是吧？以线为主，是吧？重视线条的文化性和它的本身的这种质量，是吧？逐渐就形成了中国绘画，基本上是以线为它的重要的绘画手段啊，绘画手段。所以说，我们对线一定要有认识，要有研究。要理解，因为它牵扯到我们在怎么描绘自然，怎么样描绘物象的具体的手段啊。所以这个概念大家一定要清楚。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既然我们认识到这些笔墨，包括刚刚谈到线，是吧？都是在刻画形象，它是营造意境，犹如人血肉筋骨，是吧？也可以说，打个比喻，是吧？这个一个幅画面上，我们的线条，我们的线，用笔，它就是在血肉筋骨中的筋骨。那么就相当于什么呢？就相当于我们现在搞建筑，是吧？那是钢筋，是吧？那是钢筋。你这个楼结实不结实，是吧？有没有力度？你看你钢筋用的到位不到位，是吧？一个人也是没有这个筋骨，是吧？显得很臃肿啊，很浪，是吧？没有力气，没有力量。所以说呢，在这个笔墨呢，犹如人之筋骨，是吧？这也是中国人，是吧？以气入画，是吧？你没有筋骨了，你还有什么气息，是吧？是吧？所以说呢，这里边他也是说，黄宾虹先生有一句话。就是说，气在于比例，是吧？就你说这么说，有气运，有气运，那你这个气有没有气息？灵动不灵动？活络不活络？是吧？全在于用笔。笔呢，前者要用
笔的力度，是吧？力度，是吧？所以说，笔为筋骨，墨为血肉，啊，墨为血肉。说有一个人是吧？他筋骨很好，啊，这个很壮硕，啊，但是肉不丰满，有的人是吧？那就是像孙悟空似的，是吧？一身筋，是吧？所以说也不见得好看，是吧？所以说呢，这个墨为血肉，笔力为气，是吧？墨色是运，是吧？无墨有笔就少灵气，是吧？有墨无笔就少力气。有墨无笔就少力气，所以说这个气息呀，是通过笔墨来营造的，营造的。所以说，书画用笔，是吧？笔不二致，中国书法的技巧法则，刚才给他了，因为有丰厚的审美内涵，所以山水画用笔要发扬书画书法，包括金石，是吧？一些优秀的一些审美的一些价值取向，是吧？也叫审美价值，是吧？因为书法又和金石有关系，啊，金石的一些趣味影响着书法的审美。书画的审美又营造了我们中国山水画的用笔上的一些审美取向，是吧？所以说这都是一个连带关系。所以说呢，就刚才说，笔墨本身来说，它有时候还具有独立的审美价值，是吧？所以说这一方面呢，你像黄明文先生是吧，谈到这个用笔要起起分明，笔笔送到，要一波三折，是吧？都有很多这方面的要求，是吧？要行笔呀，要如不断之气，啊，所以说这个其实呢，这个用笔的审美啊，它一个方面呢是源于书法，另外也源于这个对自然的观察，对自然的一种体会，是吧？然后把自然这种一种审美转换在一种用笔的上面，是吧？
还有一个，比如说我们经常对用笔的一些要求，比如说这个折拆骨是吧，锥化砂，波顿法是吧，等等是吧，这都是从，还有什么与这个与林墙头是吧，这个等等，就说这些折拆骨锥化砂，它是一种形容用笔的形态，用笔的形态是吧，因为黄宾虹先生曾经谈到用笔要做到平原流重变是吧，平原这个当然大家都知道了，这个很多书上都有是吧，但是我们怎么去理解这些是吧，平原流重变，平是吧，就是说在我们用笔的时候是吧，气息不能断，不能忽上忽下是吧，不能忽上忽下，要让它气随笔到，笔到气到是吧，线条呢要做到圆，圆就是什么呢，要圆滚，笔笔中锋。当然说不是说画画的时候，具体在绘画的时候要完全都有中锋，这也是不科学的是吧，但是呢要对中锋有一个深入的了解是吧，要善于使用中锋啊，因为中锋也是为骨，因为中锋在一个画面上它的这个笔的这个形态是吧，有一些像钢筋一样的作用是吧，所以说我们在画山水画的时候很多部分，你比如说我们画树干，我们画一个大的岩石的外轮廓、主轮廓、主线条等等，甚至包括画房屋、画桥梁、画舟船，这些呢都要使用中锋是吧，都要使用中锋是吧，中锋的个性是吧，它很饱满、很圆润、圆浑、有力量是吧，所以说平原这个圆字就是在于用笔要圆浑是吧，不要打撇，那个锋不要一会儿转到这边一会儿转到这边是吧，那样容易写画出来的那个线条单薄，这是成片状，成片状
留在一个在这个用线中呢，就是说你刚才说的笔道、气道、意道啊，笔道了，我画一个东西或一个形态，我这一笔是吧？我要解决哪个问题是吧？我是要把这个轮廓、这块石头这本呢画出来，我还是把它的这本画出来是吧？你这个用笔就要说你的意义也要到，就是说你的心思也要到是吧？如果你的这个意不到、气不到，那个线就飘出去了是吧？它就甩出去了。所以说有一些同学画的线有的都是叉叉叉叉叉叉叉，像画树苗一样的一个线是吧？像那个美术学院学生画的石头像，那个铅笔线叉叉叉叉叉叉是吧？你那个线是吧？平原流，你流不住，整个画面它就是飘的，是吧？画面飘忽的，是吧？你不要犹豫，在到了宣纸上，在那儿自个儿都心都不定，意都不定，是吧？你那个笔触就很难说是什么样，是吧？东搓搓西搓搓的，怎么也不是，是吧？所以说那就必须要做的，是吧？心意要沉稳。有一种意念，感觉那个气往下沉，这个笔势也是往下走的，是吧？叫力透纸背，叫力透纸背，要有这种，他要这种意念，也要有这种功力，是吧？所以说。平原流重，最后了呢是这个变，是吧？变这个笔法呀，那就是非常多了，是吧？就是说我们在一些基本要求下，就刚才谈的平原流重的这个用笔的一些大的要求下，笔势还会要灵动，要变化，是吧？特别黄宾虹先生在这一点上对山水画有极大的贡献，有极大的贡献，也可以这么说吧，就是说这个中国的山水画，实际现在也确实随着时代的这个变化，我们也面临着一个中国山水画的一个。再复兴吧，是吧？因为在当下新的这种时代，有必然会产生新的审美，
那么这个原有的中国山水画，是吧？它是给我们提供了我们的一种文化的渊源，文化的这种平台，是吧？我们必须要向传统认真学习，并且要掌握传统，从审美到品评，一直到它的技法的方方面面，是吧？认真的继承它，是吧？认真的传承它，但是。这只是我们的工作的一个方面，我们更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要把我们的传承引向现代，是吧？我们就要研究我们当代的时代精神，我们现在人的审美的一种大。大的取向和发展，是吧？来，正从我们现代的眼光来审视我们的传统，来审视我们的传统。所以说呢，其实黄宾虹先生呢，非常卓越的贡献。点之一，就是他把中国的山水画已经向中国山水画自身的现代化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迈出了坚实的一步。这个。文化的现代化转型，我们这个艺术的现代化转型，必须离不开我们传统的轨迹，是吧？离开了传统的轨迹，单纯借用其他的，是吧？外来的，是吧？那是不可能。难的，是吧？特别是作为我们中国这么一个泱泱大国，是吧？有几千年的这个历史，有丰富的历史的这个遗存和丰富的遗址，这个文化的这种精神，是吧？你说外来的一种文化思想、文化理念来顶替我们的传统，来顶替我们的民族文化精神，那是根本不可能，是吧？但是呢，只有从我们民族的传统的文化形态中，让它沿着我们自身的这个轨迹向现代化转型，我个人觉得在这方面是这么一种看法，是吧？所以呢，这里边。不是一蹴而就，是吧？那么简单。今天我把一个什么样的样式搬过来，我就现代化了。今天我把什么样的一个东西模拟过来，我就立刻是创新了。谈何容易？
多少前辈在这方面既必须心血呀，是吧？孜孜不倦的努力，是吧？才在这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就。我觉得我们应该沿着这个条路，认真的去思考，认真的去研究，是吧？来把他们没有走完的路，我们来把它走完，是吧？传统中国画是因于当时的生活形态，对吧？那么当时的生活形态，古人看画，再加上他的，我一直在讲的他的那种绘画功能，是吧？他就是表述自己的胸襟，是吧？表述自己的一种意趣，表述自己的一种这种修为。我们的展览，我们的作品是要在展览会上要给众多的人看，是吧？众人看，这个空间也不一样，空间不一样。过去中国画喜欢画一些，比如说扇面，一些小手绢，是吧？案头的功夫做得很足的。就这么个小案子，案头上，是吧？三五好友攒完，是吧？打开看看这儿，看看那儿，是吧？过去看这个画也有，古人也有说，这叫聚首，是吧？聚首。几个人的脑袋都凑在一块儿了，啊，那么，哎，指点这好，这好，这好，是吧？我现在不一样了，我们要挂在展厅里看，是吧？那么在大的社会空间中，是吧？这么样的一种转化。一种视觉转化，然后又到一种展厅，这种一种艺术的功能上的一种转化，是吧？它势必要求我们的绘画要跟上时代，我们要跟上时代。那么我们跟上时代，越是要跟上时代，越对我前面讲的传统文化，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更深入的了解，是吧？更深刻的感悟它，走进它，了解它，掌握它，是吧？这才是我们走向现在的必备的条件，是吧？必备的条件。另外一个呢，我有一个感触，就是说，任何文化，是吧？它不完全是必须要否定前头，是吧？你即使是否定，它也是个坐标，没有这个坐标你就无所否定，是吧？那么
态度，是吧？虽然是技法，但是它也牵扯了这一方面。在这一方面思考，如果我们不清晰，对我们的技法来说，我们也没有一个能够从更深入的一个了解，是吧？一个了解。所以说刚才谈到的这些笔法，是吧？什么折彩鼓、追画沙，什么波顿法，是吧？波顿法它是说呀、啊，用笔啊，就像古人骑马，是吧？你两脚骑。插在那个马镫里，是吧？那么你这个腿呀、啊，要骑在马上，你是把这个夹得太紧，骑的那个人受不了，是吧？那马也不舒服，就你两个腿呀、啊。你把马夹的太紧，是吧？你离得太开，是吧？那就骑不稳。所以说呢，真正的好的骑手，是吧？是四季季离季合，是吧？能够保持一种季离季合的感觉。他就是形容我们的笔与笔之间又好像有呼应，但是不要较劲儿，是吧？用笔的单纯来说，用笔来说呢，它也是转换这种劲儿。其实这个中国人的这些都是一种形容，是吧？我们要体悟这种用笔的那种感觉。他说其中有一个讲的波顿法，是吧？这个折彩鼓，这个追画沙，折彩鼓呢，就是古人的那个女人用的那个簪子，银簪也好，或者什么金属簪子，它往往在弯曲的时候，它不会说像木头的那个弯曲，很快就折了。它说出现那个弧线呢，是非常有力量，有力量。就形容我们在用笔上，是吧？它要保持一种这种圆融的这么一种形态，是吧？形容它就叫折彩鼓。这个追画沙也是这样。追画沙就有如在我们一个桌面上一块玻璃上，我们把沙子撒上一层，现在不有好多画沙块的，我看是吧？就是拿一个有比较硬的一个东西，在这个沙上面去划过去，它那个线是匀实的，因为它靠下边是硬的，上边软，它那个线不会忽高忽低的，是吧？就是说叫用线的这个圆润的，是吧？当然，我们传统中对这个用笔啊。比如说，还有这个单夫真道啊，
是吧？两边来的人都挑着担子，是吧？他要相避相让，相避相让，是吧？要每个用笔互相之间，是吧？要有关联，又要有相避相让的这种关系，是吧？比如说我们画山水，在春的时候，它有很多线条，是吧？写字的时候如是，画山水的时候也是，那线和线，它之间都要有互相的呼应关系，感觉它是有生命的，是吧？又要不让它呢，要打招呼，要不要走得太近乎，是吧？你走得太近乎，粘在一块儿都这样，是吧？这一点上，用墨呀，这个墨法呀，在画山水画中啊，墨法的高下呀，实际上和用笔很有关系。笔法不好，一般很难墨法好啊。笔法是第一位的，墨法要取决于对用笔的好坏啊。所以说呢，这个黄宾虹也说，墨法的高下全关于用笔，全在用笔的好坏上，是吧？好的用笔方式就能够把墨的好这个墨韵带出来，是吧？你用笔都不好，这个墨韵就出不来，是吧？所以说这点也是要注意，是吧？比例不够，墨无光彩，是吧？水墨神话仍在比例，是吧？所以就叫用笔的好坏啊，这个决定于这个画面上很多方面，是吧？笔墨，当然说用笔这点很重要，但是这个墨法上呢，回头当然说咱们都会示范啊。这个墨法呀，也很重要，是吧？要说这个黄宾虹先生呢，也有很多墨法，是吧？因为他的墨法建构的比较全，是吧？他总结了这个历代，因为黄先生有这么一个优势，是吧？因为黄先生当初抗战前后，特别在抗战前，就把他请到故宫，请到故宫呢鉴定古画，他在这段时间以后，在这个鉴了非常多的画。后来因为又抗战一起，他回不去了，在故宫这个盘，这个就差不多有很长时间，有时间多，是吧？时间之久，是吧？在这研习看古传统的这些真品，
非常难能可贵，是吧？难非常难得。所以说，他对这些方面的思考研究，还有一个他对这个艺术上的这种浑厚华滋的这种境界的追求，是吧？他就更加的留意这些方面，关注这方面，甚至在这方面做了很多的尝试，是吧？首先谈谈他的这个泼墨法，是吧？这个泼墨法呀，古人用的不多，近现代是越来越用的越多。这也是说，从我们说山水画的发展，是吧？古人呢用干墨多，特别元人以后，是吧？元明清到四皇啊，一直到后来，反正相对来说，古人呢用淡墨，并且用干墨，这也是古人的这个审美需求，是吧？他要做的那样的一种墨法，所画出来的山水画显得高古，显得飘逸，是吧？他和这个审美追求是有关系的。特别强调的是干墨，也叫淡干墨。淡干墨里头呢，由干里头要感觉到润，淡干墨要出润，这时候是能够从干墨画出润的感觉来，那是高手，了不得，是吧？特别像袁四家，特别善于这方面的功夫，是吧？黄国王啊，倪云龄啊，是吧？王蒙啊，是吧？就是说，淡干墨，然后又到这个润，这个润叫什么润呢？苍润，是吧？苍润，苍润是也是一个非常高的一种审美的概念，是吧？追求苍润。那么当我们现代呢，苍润这种画法越来越少了，是吧？越来越少了，这种追求的人，现在人喜欢湿润、滋润，那特别是喜欢大的墨块，就说从现代的人看画啊，哎呦，这块墨你看看印的多好，印出去那么老长，是吧？印出那么老宽，是吧？那么这个呢，当然说也是一种破墨法，
泼墨法还起到一个是什么作用呢？在画面上啊，就是把太清楚的东西，太清楚的部分，让它混沌了，让它有内涵了一点，是吧？你想我们一个画面，有好多同学都是这样，是吧？画的太清楚，你说话说的太明白了，是吧？说的太明白了呢，就没有余味了，啊。所以说呢，泼墨。他把那个笔触混沌了，是吧？让他感觉到呢，里边好像又有东西，又好像没有东西。所以说呢，有时候就像人似的，是吧？你太聪明了，你有时候也得装点糊涂。是吧？这个破墨法能起到这个作用，让画面在清晰的过程中，某一部分有点弧度。它这个弧度不是用真正的弧度，它里边还是有东西的，有东西的。所以说呢，这是利用水墨和墨之间、干湿之间互相的这么一种自然渗化，是吧？它有时候呢也能表现这个物象的阴阳相背、轻重、厚薄。质感，是吧？还有一种感觉呢，破墨法用好了，它有一种这种画面不干的感觉啊。这个我有一个深切的。我年轻的时候上这个石油学院，那会儿跟李先学画的时候，上学的时候，学校组织上桂林写生，并且严格要求李可染先生执行李可染先生的教学思想，是吧？要对景写真，要认真对待自然。可染先生一直要求叫手头两本书，一本书是自然，一本书是传统。这我们就去读自然这本书去了。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呢，又要求我们是吧？真是要对景写生，并且先生的要求是一张4尺3才大的纸。得画一两天，得深入观察，深入表现。当然说，这个深入到什么个程度，就要看个人学养。当时我们的理解呢，学养不够，是吧？就是
西多，就觉得好像有点深入，是吧？当然说后来才感觉这不见得是正确，什么也不见得正确。当时就感觉啊，其实桂林的山呀、啊，一个呢，它相对是比较小巧，啊，比较小巧。但是广西桂林的山呢、啊，它也有它的一个特点，特别是在雨后。桂林的山，如果是在雨后看，就有雨后青山铁铸成的感觉，它有分量，是吧？每一个小的那个山体，都像铁柱子一样，是吧？漆黑锃亮。并且中间呢，有很多白云在上面穿插，是吧？那个气就感觉好像空气朦胧中都有水分，有一种非常淋漓的感觉。就是说，在当下呀、啊。很重要的，这个一个是破墨法，还有一个积墨法，啊，这个积墨法呢，就是要在墨中求层次，你不能一遍去。搞黑了啊！有时候我们画山水画的过程中，有些地方我们想把这个地方画的黑一些、重一些、浓重一些，是吧？如果是你不得法的路，没有要领。贸然就把它画黑的话，它就有黑气。这个画上是有气息的，是吧？有的就有黑气，就我说有一种乌招之气，是吧？气息不舒服。不舒服，黑气，是吧？黑气，甚至有的画还有阴气，有阴气。你看，有的那个画的那个黑，它那个黑不透亮，那个黑没有空气，那个黑是吧？太死，是吧？所以说呢，过去古人也说，画面有这个用气来评这个画，它有黑气，有黑气，画不好，黑气是不好，是吧？黑气是不好，是吧？那么就是说，怎么样做的用浓郁？又深沉又重，是吧？这个积墨法就很重要，是吧？这个积墨法呢，就是靠不是一遍达到那么黑，不是一遍达到那么重，它要用不同的笔法，在不
干湿的程度下，胶质的笔法，把那一个地方，是吧？把那个层次，把它多次的表现，是吧？这个东西，这个方法的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呢，就是说，积墨法可以无休止的积，是吧？最后呢，你把白纸变成微晶子，是吧？变成黑纸，是吧？但是那里边透气，它要能透出气息来，透出气息来。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你这个积墨中，这个笔法特别重要，是吧？没有好的笔法，这个积墨法没有办法，是吧？你不能一遍遍刷上去，啊，一遍遍刷上去就没意味了。它是用不同的笔法，是吧？来逐渐把它积在一块儿，形成这个积墨法，是吧？这个积墨法也有很多，有和泼墨法交织在一块儿的话，就是连积带泼，啊，连积带泼，啊。其实黄宾虹、李格染现在很多画里头都是得力于这个积墨法、泼墨法、积墨法这两个墨法，我把它连出来，在这专门讲一下呢。因为这两个笔法，对我们当前中国画、山水画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说，在我们今后学习的过程中，希望同学们能够逐渐掌握这两个方面，是吧？因为什么？那么这个另外当然说，还有常所谓的这个有些人还有一些泼墨法，啊，比如刘海书先生啊，还有其他张大千啊，这些都是泼墨，啊，泼墨。泼这个呀，这个墨法呀，要注意，就是说。泼的太大了，这个没形儿了，因为笔是有笔痕的，笔是有笔迹的，这个笔迹这个痕迹很重要，痕迹是人控制的痕迹，就是有文化的痕迹。我们拿毛笔，我拿了笔，是吧？我们画出来的这个笔头多大？多小，这都是一个迹。这个迹呢是有文化追求的，因为它要讲究的。我们不刚才
谈那么多嘛，什么用笔的这些重要性嘛，什么平原流中变啊，各种各样的要求的。你泼呢，它就太自然了，是吧？因为你泼的过程中，你很难要求它出现什么平原流中变，是吧？所以说，过于的自然的这种形态，在画面上呢，如果太多了，是吧？它就抵消了，又是原来说的它的这种内涵的东西了，内涵的东西。黄宾虹先生也说，画有笔墨章法，实处也。说画的这个笔墨和章法是实处的，气韵生动是用之于这个前面的这三者之中，是虚处，虚实兼美，美在其中，是吧？就是说我们啊，在用笔、用墨画的那些地方，还有我们章法所想的地方，实际在于一张画上都是实的地方。前面我也谈过，其实这个虚实在中国画中啊非常重要。因为你单纯去讲笔墨的话，不讲虚实的话，就只讲了实处，没讲虚处。因为在中国画它的表现的这种，它的总体的这种表现语言上啊，它没有像西洋画，因为像刚才说了，西洋画它有一个体积感，有一个空间感，它有一个立体感。那么我们中国人的画呢，因为没有这些，我们所谓不管在这个平原法、高原法，还是这个深远法，是吧？等等，还有说要六远，我们且不管它三远六远，相对说起来，它的纵深感或者深度感，它还是和西洋画不一样的。并且呢，没有法和它在这方面相比的，是吧？那么就要另外营造一种画面的空间感，画面的一种给人一感觉有实有虚，有进有退，有里有外的这么一种深度感。所以说黄宾虹先生说，画有笔，有墨，有章法，这都
都是画的实处，是吧？轻生动，它是要用到这个三个方面的。轻生处用在这个方面，就是让它有虚的地方，是吧？虚实兼美，才美在其中。实者是可言而喻，就是说我们谈笔墨，我们谈章法，是吧？我们谈具体画的这个山头，这都是我可以拿嘴来说的，是吧？也是说的清楚的，这是实的方面。虚的方面是说不清楚的，知道吧？是说不清楚的，是吧？所以说黄宾虹说，实者可言而喻，虚者可悟而道而通，是吧？虚者可悟而通，虚的地方需要靠我们每个人自己去感觉、去感悟、去思考，是吧？但是这个画面又必须要有虚实，所以说最后说，实处易，虚处难，是吧？所以说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黄宾虹先生说，苟非致力于笔墨章法之实处，则虚实虚处之气韵生动是不易的，是吧？所以说，你要想关注虚处，一个要先做好实处。啊，要把实处的东西画到位，画得到到位以后，是吧？然后才来去考虑虚处，它是有个辩证关系，有个辩证关系。所以说呢，这个虚实啊，是画面上的呼吸。一张画它要气韵生动，是吧？就是它要有呼吸。没有呼吸，是吧？这张画面就没有气韵，没有气韵就是死的。你要让它有呼吸，你要感要它有实有虚，它有实有虚，它就有节奏，是吧？它就有节奏，啊，它就有空间，啊，它就让人感觉到这个地方是有生命的，啊，是有深度的，啊，是有灵性的。你要把它都画实了，就是
非常胆客，这也是我们画很多人画画的毛病。其实我们现在和古人在中国画山水画上的差距，就是我们现在因为在这方面学养不够，我们不善于处理虚处，所以说我们在解读传统山水画的时候，临摹的时候，你们要好好看看古人是怎么用虚的。古人是怎么用虚的？笔笔之间有虚实。一个山和一个山之间有虚实，一个山体一块石头自己里边也有虚实，啊，无处不用虚，无处不用实，实中有虚，虚中有实，并且实中实，虚中虚。这是我们中国画里边很重要的一个生命线。董源得山川之神气，李忱得山之体貌，是吧？范宽得山之古法。那这里边提出几个概念，是吧？看来这个山还得有神气，这个山你还得有体貌，是吧？这个山你还得有古法，是吧？有的就是人一样。有的人天生骨头骨骼宽大，是吧？体魄这个雄健，是吧？有的人体格天生娇小，啊，天生娇小，是吧？那么这个那个东北猿呢？就董源的画呢，这点我觉得特别对我也有启发，是吧？就是说这个董源的画，他的画对后人推崇的很高。要到董其昌的说法。董源的画就是开了那南中之这个这风范，是吧？划分南北嘛，是吧？那么董源的画有一点很重要，近看只是笔。参差错杂，不辨所画为何物，而交见非物，思绪很深。远观者层次井然，一笔不乱，是吧？实际上，这里边就有很多的现代里头，啊，有很大的现代里头。
所以说我们现在山水画啊，尤其这几年，对吧？不管是我们国家画院是吧，还是在其他地方，都在倡导重视传统，是吧？这个重视古人的这些文化方面的这种文化精神啊，他们在这个艺术上取得的这些成就，学习他们的这些绘画的方法，是吧？同时呢，也在思考怎么把他们和这个当前我们的文化的这个发展啊，中国画的这个现代化